今天我要和我游戏里的老公奔现，他游戏玩得超级溜，而且对我也超级好。那主要是哪里对你好啊？就是他比较直男，不会送礼物、有什么节日就直接给我转钱。前段时间不是七夕嘛，然后他就给我转了52,000。哇，好男人哎！那我们要去哪里找他？就在这附近吧。杭州最近不是亚运会吗？我跟他约好了一起去看英雄联盟的比赛。听说应七七这边有英雄联盟氛围装饰点打卡，我们俩就约在了这边。行，那我们去找一找。好，这里有英雄联盟打卡点，你陪我去看一下吧。哎，有你男朋友吗？没看到啊，但是我感觉这里还挺不错的，要不你陪我去拍张照片吧。可以啊，来，帮我腿拍得长一点。好。咱们都逛遍了，你确定男朋友来了吗？哎，那个穿黑色衣服的好像是他哎。黑色衣服？哪个？就是那个全身黑拿手机那个。哦，看到了，那咱们过去吧。哎，等一下。好。戴个口罩，测试一下他。帅哥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没什么事啊，就是看你长得比较帅，想加个微信。不太好吧？我有女朋友哎。有女朋友啊？那你女朋友长得好看吗？在我心里，我女朋友当然是最好看的呀。真的假的？那有我好看吗？你提前来了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呀？那我又不了解你，不得先考验你一下吗？那我算是通过考验了吗？算是吧。听女生说你们是玩游戏认识的，那具体是哪个游戏啊？我跟她是玩英雄联盟认识的，然后刚开始玩游戏的时候吧，她比较菜，我就说了她两句，她给我哐哐一顿骂。那你们后来为什么还会在一起啊？主要是因为她有受虐倾向啊，我越骂她，她越觉得我可爱，后面非要追着我一起玩。那也不是吧，主要是她骂人厉害，跟她一起玩游戏比较有安全感。那你们今天见面对对方的第一印象怎么样啊？让她先说吧。就是觉得她呆呆的傻傻的，然后看上去脑子好像不太聪明的样子。我觉得他的身高比我想象中要高，还好我今天订了增高鞋垫，要不然我可能还没有他高呢。哎，女生，我看你今天还带了个箱子，是准备在这边住几天吗？对啊，杭州最近不是亚运会嘛，然后我跟他约好了一起去看英雄联盟的比赛。哦，那你这几天准备住哪？这我哪楼？我家里比较乱，如果不嫌弃的话。没事，我不嫌弃。我们接下来玩个小游戏啊，隔着扑克牌轻轻10秒钟。玩得这么大吗？准备好了就可以开始了。你稍微离得近一点嘛。我拿吧。你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快快快，近一点。不好意思。9,哇，男生你看来很紧张嘛。5 好热啊。你怎么这么多人啊？快快快，近一点。不好意思。男生你看来很紧张嘛。2,1，好，结束。好热啊。刚刚游戏感觉怎么样？非常好，特别 nice。 那想再来一次吗？这个我们私底下玩就好了吧。有点刺激，但是还差点意思。差哪儿了？这牌太厚了。这牌还厚？那1到10分的话，给他打几分？9分吧。他跟我说他180，我觉得他在谎报身高。10分，太完美了。具体哪里完美呢？身材、脸蛋，关键是特别主动。那你今天和他奔现成功之后，最想一起做什么？不是晚上去他家睡吗？肯定是通宵玩游戏啊。玩游戏？玩什么游戏啊？英雄联盟啊，你不会想歪了吧？
刚才女生跟我说见面之后对你有点失望啊。为什么？她说你不够主动啊。这还不简单，等会主动给她看呗。好，现在你们俩先转身背靠背。如果两位对对方很满意，觉得今天奔现成功的话，就在我倒数三秒钟后转过身来。如果不想，也可以直接走掉，听明白了吗？好，三、二、一。我好想牵你的手，不忧无虑的走，在雨夜迷爱。主动啊！你该不会怂了吧？快点！小白，你可以不离开杭州吗？我舍不得你走。不可以。好吧。哇！谢谢你的，我会一直在杭州陪着你的。哇！